新一届庆祝大会由内政部长徐庆忠主持，他首先在会上颁奖给模范生组和集优的仪政人员。颁奖之后，大会首先宣读严副总统的书面训词，接着徐部长致辞说：“仪政是反攻复国的胜利保证，而兵役工作顺利推行，有赖全体国民坚强的国家民族意识和服兵役义务的观念。”国防部副部长马继壮接着也致辞，他勉励接受表扬的模范生组和仪政集优人员要发扬光大现有的成就，继续完成更神圣更重大的使命。模范生组和优秀的仪政人员的代表在接受表扬之后一致致答辞说，他们保证使国兵兵源不竭，士气日高，并且鼓励在营子弟认真执行任务，完成时代使命。